大德常常警惕我们，真正修道人哪有时间打妄想，哪有时间去做迷惑颠倒的事情，他们是真正学佛，学佛的生活，学佛的处世待人接物，如果不在这上用真功夫，佛法就变成玄学了，就变成清谈了，无济于事，那个佛法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。真正的佛法决定啊落实在生活上，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的佛法的完美也就在此地，决定是我们现实生活，决定没有跟我们生活脱节，然后才知道佛教育的重要。学佛要有耐心，要有毅力，要有长远心，才能成就。一切时中，记住啊，不设菩提心呐、啊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什么是菩提心呢？度众生的心，帮助众生的心，要常有啊。菩提心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，很脆弱，遇到人也能帮助，不是尽心尽力的帮助，好像布施显得很小气，帮助别人斤斤计较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毛病习气，贪嗔的习气，吝啬的习气，求果报的习气，都不好。怎样才能够真正学到佛菩萨清净心布施、欢喜布施、无条件的布施？那个福报啊，是称心的。对自己应该努力断恶修善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自己问题解决了，去做佛，去做菩萨。极乐世界的状况，无量寿经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不能怀疑。到我们自己做佛做菩萨了，跟我们有缘的众生，有善缘的，有恶缘的，通通都得度啊。善缘决定接受教诲，恶缘这个里头有很重要的因素，他以恶心向我，我以善心待他，他就会回头。一个学佛的人日常生活依据什么呢？依据六度。布施就是放下，持戒就是守规矩守法，忍辱就是有耐心，有恒心，有长远心，精进是求进步，日新又新的禅定就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般若呢，就是正知正见，觉而不迷。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，通通是在生活上、处事待人接物的地方去修行的，没有离开这个世间呢，没有离开社会。我用的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就是菩提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是不是这个心？是这个心，你就真正住在菩提心上了，你真发了。扩诵里面念的不算数啊，扩诵完了就忘掉了，还是虚伪心对人，那你错了吧。这个扩诵没效啊，不但没有效，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在骗佛，早扩骗他一次，晚扩又骗他一次，你就想你的罪业多重啊，你怎么可以骗佛啊？佛不在面前，供的一个牌位，供的一个佛像，你都欺骗他，你的心太不善了。
所以一定啊，要把菩提心落实在生活上，把心换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我用清净平等觉待人接物的时候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。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我也用这个心，包括恶意毁谤我的人、羞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通通用这个心对他，这就对了。我们没有一点过失啊，我们知道他用轮回心在造轮回业，他要受苦啊，我们回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念念不忘这些人，有缘吗？善缘有缘，恶缘也是有缘，不论善恶，通通是有缘人。有缘人跟我就会有感应到交，他有困难、有需要的话，我全知道啊。他有感，我就有应，这就对了。落实在生活，要不能够落实在生活，你这个发菩提心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要用真心对自己，清净心对自己，要用慈悲心对众生。慈悲都是爱，可是有偏重，慈偏重在度他，娱乐帮助他离苦得乐，悲是帮助他离苦，慈是帮助他得乐。修学修道要有长远心，要有耐心，要有恒心，要有决心，绝对不是说几天就可以修成的，几年就可以修成的，这是侥幸心呢，不能成功，一定要有长远心。你看看诸佛菩萨一说都是无量劫极致的心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，一定要发心呢。我们至少是尽行受，尽行受就是尽这一生，我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我就要认真好好的来学一天，不要定的说啊，我要多少时间把它学好，不必，要有长远心来修学。念佛是个一行道，这一句佛号都念不好，都不能相应，都不能往生，那学其他东西不必说了。所以这个生生圣劫这一句我给诸位讲清楚，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很短时间就能够带来的，大家一定要有耐心，要有恒心，有长远心去修行。而且修学重点是要放在清净心，不必要求我要知道很多东西，不要求，要求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开了之后，事出世间法你只一接触就通达。众生深重的业障，一切经法都不能够消除，最后这一句佛号能灭罪。换一句话是，你念佛不是佛号不能灭罪，是你的罪恶太重，不是几句佛号就灭得了的，你要不断地去念，要有信心，要有耐心，要有长远心去念，念上个两年三年业障就消除。这个两年三年是要具足信心、耐心、恒心，这才行，决定不改变，晓得业障太重，念念可以消除。佛法教人离苦要离究竟苦，永远不再受苦，那是什么？脱离六道轮回。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在轮回里面肯定是苦多乐少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、
善少恶多，善感善报，恶感恶报。特别是起心动念，为自己就是恶。为什么为自己是恶？为自己，要让自己满自己的欲望，这是造轮回业，永远不能离开掉的轮回，这个真苦啊。得乐呢，要得究竟乐，永远不再受苦。你所受的真是乐，那是极乐世界，名副其实，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。